刚换完妮又换完尿布了，很爽啊，又有精神呢。然后我们来的是动物园纪念品店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有什么吧。然后妈咪拿，快点，我要去北宋。这个是什么？恐龙的吗？看不懂，在那里。不要停啊！这什么鬼啦？恐龙的帽，它还有屁股哦。就跟迪士尼一样啊。哎，这个屁股、忘记了。迪士尼也有啊。蛮可爱的。过不去啊。白痴，我刚刚人那么多，我过得去啊。星星的帽子，它这个太大，你戴不下。还有什么？这没有适合它。你不要这样拿，你这样会按到那音量跟音质降低。没有啊。我知道，我说你这样拿有那个风险。管这么多。干嘛？你要哪一个？这个大象跟刚刚长得根本不一样啊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他只是想摸而已。哪一个？又是大象！你刚刚又不认识真的大象，你在那边要大象。那我们就买了199，一只歪头的大象。你刚刚讲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你刚刚讲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刚刚说。什么啊？我有点不懂你在干嘛。看不懂在干嘛。哎。
鬼熊看起来好派哦，长得很奇怪哦，好派的无尾熊哦，怪怪的无尾熊。其实它这里卖蛮多，卖蛮多还蛮可爱的东西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子喽，我们就动物园到此一游，拜拜。还没看其他影片记得看。